刚扣完的，这个是自己在家刚扣完，还新鲜的，还带着血筋儿来。他这个下刀其实也挺狠的，老公。嗯。啊。这一刀避免是血雨腥风的，血雨腥风的血都是他自己整的，不是我整。血雨腥风的一刀，他对他这个已经是灰指甲了，因为他这个脚气呀、啊、也很严重，他包裹的底下是皮。嗯，他这种指甲就是就是这块皮包裹的这个唱了。嗯，